麻烦把群众劝走，我们整个继续往前。好，部队暂停。本来我们要走了，你们一喷我们就来了。你们离开，我们要恢复台北市交通的顺畅。第一盾牌，我知道，对不对？你们喷水啊！本来我们要走了，你一喷我就来了。用喷水车，赶紧来听。有种再喷。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先打那边的方向，优先。靠到警察后面。东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开始喷！快到警察路边，开始！更小了，还更小了。